好，我们上礼拜讲到伊格拉修，还记得我们很快的时间把他的 spiritual exercise 属灵的操练啊，简单的介绍，还记得这属灵操练的四个重点吗？第一周是什么？重点要讲什么？啊，讲到这个罪的历史，如何进入世界？啊，个人罪的历史啊，啊，面对罪的问题。然后第二周呢，啊，开始要转眼来仰望耶稣，啊，他的荣美，啊，他在世界上面的生活、言语、行为，啊，啊，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第三个礼拜就更深入的要认识什么？耶稣的十字架，他的赎罪，啊，他的受苦，他的受难，啊，让我们心被恩感，啊，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第四个礼拜，耶稣基督的复活得胜，啊，摸想，啊，复活的主，啊，啊，他与我们的同在。啊，他是以马内利的主啊，所以解释这个属灵操练的一些的重点。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进入盖恩夫人之前呢，我们再回到伊格拉修他的一些属灵的教导跟经历啊，我们很快的就讲完啊，就是啊，看我们的讲义啊，看他这个灵修的经验跟教导啊。第一，他个人灵程可以分三个阶段的突破，还记得第一个开始吗？啊，他身体啊在战争当中受伤啊，然后看到这些属灵的书啊，特别也看到 Francis Assisi 的一些见证，所以就很渴慕的追求神，但是呢走到这个苦修的一个方式里面，甚至修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啊，忧郁啊，不想活啊啊，但是啊神也啊透过啊这个自然的恩典啊啊把它恢复过来啊，这是他追求的第一个阶段啊。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他在 Kadena 这个河边的经历啊，就是所谓真理的浇灌的经历啊，他在河边祷告默想神啊，然后他就见证说，他在默想神，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好像神把真理的知识啊，好像这个活水江河涌流在他心里面啊，一默一默的属灵的教导啊，就好像浇灌显明在他心里面，啊，我不晓得你们啊有没有这种话语的经历啊，好像哇，神的一个话，一句话就啊在你的灵里面很清楚，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到这个大庆去做培训，跟他们一个同工交通，他说，我刚刚信主，很火热要去传道，啊，在家里面带聚会，但也没学过怎么讲道。就迫切的就是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神啊，给我话语，怎么能做你的出口啊？怎么讲到？他是很奇妙，有一段时间呢，啊，每天晚上，啊，就是神就在梦里面呢，啊，把话语给他。他说清清楚楚的，题目是什么？第一讲什么？第二分段是什么？第三，哎，神就很清楚把整个的话语讲章，就是在异梦里面呢，啊，就让他清清楚楚看到，然后就开始第二天起来就查圣经啊啊，预备经文啊，预备见证，配合这个主题，神直接因为真的羊群的需要，在用很特别的情况，神直接的启示啊，怎么样啊能够啊做神的出口。那么伊格拉修呢，当年在河边类似的经历，整个真理的知识就浇灌在他里面啊，
而这个的教官跟领受就成为他后来 spiritual exercise 这四个重点的内容啊，所以不是他自己去想出来的啊，是圣灵引导他进入真理啊，好像没有老师啊，没有人教导啊，神直接来教导他啊，所以就有点像保罗啊，在亚拉伯的旷野三年，是谁教导他？耶稣直接的教导他。所以是很大的恩典，就是他第二个重要的属灵的经历啊。那第三个经历呢，就是他有一次在教堂里面啊，在那边啊，听到跟祷告啊，就是神主耶稣直接的啊向他说话啊啊，就是。叫做Lost Dollar Vision 啊，就是让他看到啊，他需要啊效法耶稣基督，实际的走在人群当中，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服侍主啊，所以啊，这是啊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所以让他看到一个真正的属灵，不是像过去的这些 mystic 这些密契派，只是躲在深山，躲在修道院啊里面去祷告亲近神享受神，乃是要背十字架啊啊走在人群当中呢啊来服侍啊这些有需要的人啊。所以他的灵性呢被归纳成为叫做 spirituality of service and action， 真正的灵性是服事。好，让我们一同来看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好，找到，一同来读，叫，找到吗？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你有没有看到整个得救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不是当让我们就是罪的 赦免可以上天堂啊，或者享受神的祝福啊，有今生来世一切的啊福分。你发现很清楚的一句话，我们在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可以什么？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什么侍奉他。把这三个字画起来，整个的得救，整个的灵性生活的目的，不是你个人得福分，个人上天堂，个人得好处，你看到吗？ service 侍奉啊，传福音的侍奉，教会的侍奉，各样的侍奉，侍奉神。每个基督徒，马丁路德讲的太好了，圣徒皆什么？祭司。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祭司是做什么的？侍奉神的。虽然你在地上有不同的身份或地位或者工作，但是其实你背后一个荣耀的身份是一个祭司。只要你得救，你一定有一个 service， 有一个侍奉啊，在无论是在教会或者在神的国度啊啊，甚至啊你很喜欢啊去街头布道啊。我上个月我还记得是礼拜天下午，大概快天黑之前四五点，去到这边小台北那个永和啊，跟师母我们去买菜。哇，一在门口碰到个牧师啊，他们已经没有牧会了，他在那边门口什么发单张啊，解释感谢神，解释他的侍奉啊。很少看到牧师啊愿意跑到外面去发单张啊，过去。我带领同学有实习教会啊，我都愿意带同学到大华九九门口拿着个吉他啊，在那边敬拜啊，然后在那边发单张，街头布道，带人决志祷告
那个吴姐以前在这边啊，毕业之前她都知道，我们一起去。后来那个穆道友都去了嘉应教会受洗了，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出去啊，一定会得人如得鱼的啊。各样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传福音的侍奉，在美国那么自由，居然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啊？我们整天躲在教会里面啊，快乐快乐，团契敬拜赞美，很好。但是更重要的，有国度的这个传福音的侍奉，那伊格拉修就看得很清楚，整个的灵性的生活不是单单躲在修道院里面啊，就是享受神啊，祷告读经啊，在地如在天啊，不是单单个人的享受，乃是需要有行动 action。对整个的社会的行动参与关怀，实在我们就叫要悔改要做。你看到很多的异端或者异教，哇，他们的社会行动真的多啊！啊，你看看法轮功多少活动啊！我前天还跟周什龙弟兄说，你看我们在湾区看的报纸，很多时候是看什么大纪元法轮功的报纸啊。我不晓得是他们是每个礼拜一份的，还是每天，我也搞不清楚，是每天的吗？还是不看了啊？但是很多人要看新闻，不喜欢看《世界日报》，因为《世界日报》是台湾背景；又不喜欢看《星岛》，《星岛》是香港背景啊。而且现在《星岛》也有点偏了哈，已经被控制了，至于之类。所以从中国来的好多人，他们找不到什么报纸看，就没办法了，又不用钱嘛，就拿个大纪元看。那里面乱七八糟很多其他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角声，它是一个月，但是它不算是什么报纸啊，它没有什么新闻啊，它只就啊是教会，很少这个时事新闻啊，它有些评论啊，基本上啊，所以不算是报纸啊，不是 newspaper 啊。你就看到这些异教啊，做报纸，做电视台，然后。做这个还有慈济做的最多啊，慈济很多爱心的关怀、医疗车啊、救济救灾都是哇走在最前面的啊，很多社会的参与啊，但是反而我们基督教呢，都是内部啊，假如内部还好，不还是内斗啊，教会里面吵来吵去啊，然后供给牧师，然后牧师离开，然后教会分裂，哎呀，诸如此类啊，我在湾区差不多也快。20几年了，哎呀，真的看到也有不少教会就是分裂的啊，特别是浸信会的背景啊，因为浸信会是会众制，每个月开始的他们的会员大会啊，每个月的啊，他们可以为了教会现在要换灯，要换什么样的灯可以吵一场的啊，或者说这个要建堂，这个要放 two row 啊，含色三也会吵一轮的。然后就是，假如牧师他们啊看的觉得不对哈，一投票，下个月牧师就走路了，会有决定一切的啊，这很容易就教会就产生很多问题啊，没有真正的把目光看到教会以外的，随着世上的灵魂这个社会的服务跟参与，还记得保罗神学，我们上礼拜上学期特别也有考了。教会一个重点啊，其中有四个重点，还记得吗？第一，教会是什么？学校。学校学什么？学神的真理，门徒训练。啊，你看到很大部分教会不做门徒训练的，啊，信得住就是来做礼拜，啊，参加一下这个团契就是没事了。No，你要挑战他，带领他，让他从信徒变成门徒。啊，愿意爱主胜过一切。第二，教会也是什么？不单是学校，也是什么？神的家，彼此相爱，有小组小家的聚会，彼此的代求，彼此的洗脚，彼此的服侍，要有这个小组家的这个聚会啊，生活啊。第三，教会也是什么？军队。什么耶和华的军队要出去征战，要出去传福音。然后一个教会没有出去传福音的，基本上不算教会。The sign of the church，教会就应该有这个 sign。特别圣诞节应该出去报佳音，应该出去传福音，对不对？
教会假如不出去传福音的，这个教会一定有问题，不绝对不会增长的。第四就是刚才提到了，教会应该是个 charity center， 慈惠中心，要参与到社会里面啊，走在人群当中啊，能够服侍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不能说所有教会的预算都是教会内部的需要。教会一定要有一定的预算，爱心的基金，啊，能够让教会外面啊社区的关怀更需要，啊，所以现在感谢神啊，圣明和灵粮堂他们有这个叫做基金会，对不对？啊，他们做很多社会关怀的事工，现在，啊，前一段时间啊，什么哪里地震啊，他们就首先就就派人去这个汶川大地震，啊，他们也派人去，在哪里有什么，救灾的事情，马上 就开始捐款，所以过去呢，假如你看电视26台，任何救灾的钱捐到这个，慈济去的，有时候看到电视说这个救灾的钱捐到生命和基金会去，在电视上面广播，因为他们带头就做，所以就把钱，透过生命河的基金会去救灾，一定要参与到社会里面。所以你看那个教会增长啊，不是没有原因的，就是这几方面一定要做到，传福音、小组、社会关怀、宣教差遣、耶和华的军队，几方面都要做，所以将来我们牧会，一定要看到教会不是单单在那边享受神、敬拜神的地方，真正的一个灵性就如同一个老修走在人群当中，甚至他建立了耶稣会，做很多教育、医院、爱心关怀 charity 的事工，直到今天耶稣会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这不是躲在修道院的。所以基本上透过一个拿修看到一个新的一种的跟神的灵性的关系，不是单单只是 inner life 内在生活，单单进到幔内在那边吃圣所享受神同在的荣耀，不是单单进入幔内，也是要什么出到营外，所以它基本上它是 spirituality of service and action，那么就是他自己在这个意象当中看到主向他显现他愿意被十字架来跟随主那第三他的灵性的一个教导，就是对这个苦修禁欲有一个新的教导他教导这个苦修跟禁欲不是变成是一种的功德跟修道，他的教导是希望透过苦修跟禁欲，好让你的心灵得到更大的自由跟释放，不被物质欲望所捆绑缠累，好让你的心思意念能够完全圣洁，在神的面前一无所求，只求神的荣耀， ordering all things to the glory of God， 所以苦修不再是一种功德，乃是透过这种简单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清新的人， pure in heart， 可以看见神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能够经历神所以基本上是一种对自我的一个 purification， 一种炼净是一种成圣的一种努力然后第四，他强调 finding God in all things， finding God in the world，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让他走进世界的一个理念。
这个世界不是好像就是一个负面的想法，这个世界非我家，这个世界充满罪恶，这个世界充满败坏啊，我们就躲在一个深山等候耶稣再来就被提就好了，不是。他是 finding God in all things, finding God in the world。 我们要走进这个世界，在世界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看见神，遇见神，在世界的每一个事每一物找到神，看见神，遇见神，而不是单单在你的内心里面遇见神。内在生活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不是单单只是进入到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生命的至圣所里面去享受神、遇见神、敬拜神 ，worship in your spirit， 不是单单 in your heart， 乃是 in the world。你可以在世界里面遇见神。所以这种的教导，其实你发现影响了我们上礼拜提到 Mother Teresa。他放下他修道院的生活，他愿意进到印度的最贫穷的地方，麻风病人当中，在每一个病人身上，他遇见耶稣，他看见耶稣，坐在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谁的身上啊？耶稣的身上。所以他是在被服侍人的身上遇见耶稣。所以被服侍的人不会觉得好像，哎呀，他们是被可怜的啊，他们是很无用的，他们是非常 ，Mother Teresa 是非常尊重、重视每一个病人，因为是坐在他的身上，是如同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个道统乃是真实的灵命。需要真实的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去服侍，在世界里面，在人群当中，在每一个的需要当中遇见神，成为神的恩典能力的出口。这是这个伊格拿修一个重要的看见。所以他的世界观是个积极的世界观。不是一个好像被动消极不管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天父的世界。 Amen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努力的进到世界里面，履行耶稣给我们的职分。你是什么？是光。光是什么？光照这个世界。你是盐，防腐的要避免这个世界继续的犯罪败坏所以你的圣洁、你的真理的生活要影响这个世界而不是躲在深山、躲在教堂里面。所以过去我们不知不觉还是把基督教变成是一个修道院不应该一定要进到世界，而且要影响这个世界的主流的文化。在后来加尔文就提到什么？基督有两个使命，我们很快可能过几个礼拜讲到加尔文的灵修神学。他的基督徒有两个使命，一个是福音使命 Gospel Mandate， 第二个是什么？大声一点，文化使命 Cultural Mandate。 这是今天基督教非常缺乏的 Cultural Mandate。我们花好多时间讲 Gospel Mandate 大使命传福音，但假如你没有这个文化使命，你这个福音很难传的。你要改变这个敌基督的文化，这种后现代的文化，这种世俗的文化、物质主义的文化、唯物论的文化，要改变这个文化政治，福音
就能够生根，就容易会传出去。所以为什么你发现英国的清教徒他们接受了加尔文的这个思想，他们改变国家的政治文化，然后让基督教可以普及，带来英国的大复兴，文化的参与。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世界，哎，政治是无谓的，这些文化是世俗的，是不属灵的。 No， 音乐是很重要的，文学是很重要的，让我们中国，不但是有个默然，有默言，默言，不但是要默言，我们要来一个圣言， OK， Logos， 哇，拿诺贝尔奖的，对不对？有基督教的文学，不是整天去看这个英国的这个 Harry Potter， 我们来个 Hallelujah Potter， 好不好？对不对？我们缺乏基督徒的文学家，太可怜了。我很感谢神，我在香港一信主的时候，一受洗，别人送我一本小说，叫《冰点》，是个日本的三浦林子的基督徒写的。虽然日本的基督教很弱，但是它里面居然缺了一些文学家。这个基督徒姐妹写了一本小说叫《冰点》，哇，太感动我了，把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经历，写得非常活泼。我们今天需要很好的基督徒的文学，让我们能够进到文学，进到政治，进到新闻，各行各业，做居上不居下，做所不作为，来改变这个罪恶的文化，让我们基督徒真的在这个世界做光做盐。你发现伊格拉修就是这种理念，所以你就了解为什么天主教虽然他有些教导基要的教义是错的，但他们有些做法呢是很有影响力的。他们办学校、办医院、办各样的这种慈惠的施工，影响着这个社会，从你出生到死，你跟教会都脱不了关系。一出生要找牧师 infant baptism， 对不对？结婚要找神父，然后坚信你 confirmation 也要找神父，到你要死的时候也要找神父，因为这个不是选择的，你不找神父你不行的，因为他们还有一个叫 ultimate unction， 就是说死之前的高摩礼，他们很重视的天主教徒。我在纽约写我的神学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就借那个圣约翰大学的图书馆找资料，结果呢，有一天我在那边找资料的时候，碰到一个他们圣约翰大学里面的一个学生，结果他是个越南人，我就跟他用英文聊天，我说你怎么来这里读书啊？怎么？他说他是也是读神学的，在圣约翰大学 Saint John University， 纽约很有名的天主教大学。我说你为什么想读神学要做神父呢？哎呀，你不知道，我在越南的时候啊，发现这个战争啊，好多人死啊，但是每一个人死之前呢，谁都不找，要找 father， 要找神父，要给他们做最后死之前的末有礼。哇，他就觉得哇，这个神父好伟大，每一个人死之前都要找 father， 找不到 father， 懂吗？没有神父啊。天主教七大圣礼，其中一个就是 ultimate unction。一个人死之前要给他做末有礼，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就觉得哇，做神父很伟大，但他这个东西不对了，他其实觉得做神父是 很重要的，很需要的，他 就跑到这个天主教大学读神学，将来要做神父，所以你就知道天主教他在各方面影响着人的生活，学校。我在天主教的中学读了七年假如不是因为我父母是基督徒的话，我很可能就变成天主教徒了。因为七年你看到这些修士，就是 brother 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见证，你会受感动的他们从教育到医院各方面做了好多社会的事工深入影响所以我常常有机会
啊分享，我说哎呀，很多基督徒在湾区啊，他们钱也赚了啊，我就鼓励他们，你们提前退休吧，退休可以到中国做好多事，做个老人中心，做个开个电脑班啊，开个 counseling center 啊，或者说啊，帮忙孤儿的事工，太多事情可以做嘛，对不对啊？教英文也可以嘛，对不对啊？啊，你有这个 Chinese accent 的英文也可以去教啊，没有问题，对不对啊？陆陆的英文最好，对不对？所以可以做好多事啊，不一定要去传教，懂吗？去那边教书然后就是办各样的慈善的事工啊。那你跟这些学生做了朋友，请他们吃饭，请他们参加家里的小组聚会，一个一个都信耶稣了。还记得去年我请了欧冠春弟兄来我们学校做见证，他是我多年前在湾区带他信主的，结果他信主之后大发热心啊，他是个电脑博士，结果呢，辞掉他的电脑博士的工作，去到昆明，然后在那边怎么，去大学门口，认识一些大学生 ，You want to learn English? We have a free class. You want to come? 就跟着钓鱼钓这些大学生学英文，哇，好多大学生去到他家里面学英文，做朋友，一个一个信耶稣，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教会。几百人聚会，就是去教英文，其实他的英文，哎呀，重音，台湾音很重啊，但是还是个教嘛，教文法嘛，教简单的绘画嘛，对不对啊？会做好多事啊。基督教今天就是忽略了这种的社会的服侍，所以我们福音很难传出去，没有接触点。一见面就讲耶稣，别人听不进去的，你懂吗？你见面要先跟他讲别的，帮助他。你要去考车吗？我带你去考。你要去申请什么医疗补助吗？我带你去申请。我在 Long Island 牧会的时候，常常就是做这个事。你牧会要做好多这些，不像在大陆只是讲道啊，那么轻松。你在美国牧会啊，要带他去看医生。王牧师啊，我是几点的飞机到这个JFK 飞机场？好，没问题，我在那边等你。接飞机，送飞机，带去诊所看病，帮他看信，翻译，要做这个的。你没有这种实际的爱跟关怀，你今天跟他说多读经啊，多祷告啊，听不进去，懂吗？要有实际的帮助跟关怀，天主教做到。你就看到伊格拉修这个道统是对的啊 ，service spirituality of service， 将来你们牧会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 service 做好，社会的关怀啊 ，charity 一定要做好啊，不能够只是要法轮功啊，实际去做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啊。好，最后一个，他提到 prayer is life。Life is prayer， 所以祷告不是你个人躲在圣殿里面啊，躲在你的内室里面才能祷告。他说，在每天的生活事工，就是一个活祭，就是一个祷告献给神。所以这个是跟罗伦斯弟兄所领受的是一样的啊。你每一个生活工作就是一个侍奉，就是属灵的，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他说 God is not only in your heart in your inner sanctuary but also in the world. God is in control of everything. 在世界的每一件事情上面，神都在掌权，都在带领。你要在每一件事上去敬礼神，在每一件小事上去侍奉神，为神来做。而且他对神的掌权，对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特别有经历，他真的相信每件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他产生一个叫如同神学，如同神学，就是每一件事情你所经历的，你所得到的，
都如同是神亲手量给你的，为你安排的。所以他在每一件事情都认定神的带领，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在掌管，万事互相效力，只要我爱神，为神而做，一定会得到益处，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不分胜俗，不分胜俗，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在神的手中，都是从神来的，都是为圣的，所以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带着个感恩的心，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很明显这个躁动影响 Mother Teresa，所以 Mother Teresa 曾经讲过一句话， I saw Jesus in the face of the leper， 在麻风病人的脸上他看到谁啊？看到耶稣，因为他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在教堂里面做的事情才是侍奉，你在教堂以外每一件事情都要相信有神的手量给你，你的生活，你宿舍的生活，你打工的生活，每一件事情，都有神在里面引导，都要好好的，真的坐在主的身上，好，所以就是补充，这几方面，特别他所提出的如同，在拉丁文是 else of else，我们，讲义上面有这个拉丁文吗？ else of，这个翻成英文是 as if， 好，所以我们就简单补充一下了这个伊格拉修他的灵性的经历跟他的灵性的教导，所以你发现他整个的灵性的教导是一个入世的，但是却不是俗世，有分别了哈，不是俗世，是入世，所以就像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门徒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不让你们脱离这个世界，乃是让你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又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却是要改变这个世界，参与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如同盐巴要渗透在食物里面才产生功效，你把盐巴放在这个 cabinet 里面有没有什么用？你把盐巴放在教堂里面有什么用？你把光放在教堂里面有什么用？灯台有什么？拿到黑暗当中，懂吗？进到人群当中，所以一定要把这种基督教是属于一种好像是离开世界的这种思想，这种佛教思想要把它淡化，对，我们深信我们有永生，但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在那边只追求永生，其实我们已经得着永生了，我们不需要再追求了，好，所以伊格拉修，我们，上礼拜，比较多的讲，那今天补充他的一些灵性的教导，看看 有什么，大家的想法和问题。记住啊，我们介绍的每一个的这些属灵伟人，这些追求亲近神的人或侍奉神的人都有优点跟缺点了哈，记住啊，特别我们很快要介绍莫林洛，前几天这个国庆已经开始看莫林洛的书了，The Spiritual Guide 开始读了没有？好学生就已经开始在读这些书了，因为你读了到我讲的时候你就更能够体会那个重点，所以这些灵修，神学的参考书又开始读了哈，那么这个列在里面的几本书开始读了吧，要开始要读了哈，那个2000年的灵修神学那个，我们这个学期就不要求做作业了，把它看完，但是你一定要注明你有看完，
那上学期很多同学教这个灵修神学的这个 paper 都没有注明有看完这个指定参考书，所以你的 grade 你发现你会收到你的 grade 会被 minus 一个 grade 啊，所以指定参考书是一定要注明你读完啊。那有些同学那个作业也只交了3次45次也是影响到你的分数啊。那么顺便报告，假如就是说包括我们讲道学，很多同学也没有注明啊看完这个圣保罗的那本讲道学啊，四经讲道的书，所以你的分数也是会受影响。然后我已经讲过了，我们的奖学金是给品学兼优的啊，所以你到下学期你要注册的时候，假如你发现你的奖学金被 minus 的 10% 或 5%， 就是因为你没有准时交功课，或者你的分数太低了啊。所以我们既然做学生，真的是好好坐在主的身上啊，能够在这个学生的事情上呢，在小事上忠心呢，不然你这些美光梦没有用的，做不出来的哈。你要在小事上，在这个身份上面，你就要忠心啊。做学生就要做好，做记者就要做好啊。你要做一个什么？你要忠于你的职分啊。你不要在那边好高骛远啊，来美国就是只是享受这个环境，这些都是空的。你要装备自己啊，在小事上忠心啊。所以啊，鼓励大家啊，就是好好珍惜每一堂课啊。要记住，你们能够坐在这里，真的是得来不易的。千万不要以为你们付了一点点的学费，有些还是奖学金啊，有减免的一些的学费。在每一个同学，你们所有能够在这里读书，后面是有一群人在奉献。你想想看，我们一个学分才180块，你看看美国的神学一个学分是多少钱？550块。啊，那又申请减免啊，那么其实你们所付的这一些的学费真的不够整个学校的开支的1/5啊。所以你们能够坐在这里读书，背后有人为你们祷告，背后为你们奉献啊。单单凭我们，就算你是 full tuition 都不够的整个的开支啊。所以能够坐在这里真的是好好享受啊神给我们这种学习的恩典啊啊，就是说真的要经营办一个神学院太难太难了，太难了啊。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实在是只有意向跟热心，我就打电话给林院长说，林院长，我有负担意向要办一个神学院。林院长就给我大大的浇冷水，围城办神学院不好玩哦，人在哪里，学生在哪里，经费在哪里，校舍在哪里，连续问我几个哪里。他说办神学院不好玩，你办教会我支持你，因为教会你不要担心经费弟兄姊妹的奉献，但是神学院一般很少支持。我在公益神学院教了2年，跟玉理工同工了2年啊，然后第2年还是他们 full time 的 faculty。玉立公牧师就常常跟我说，很多教会只是要来拿鸡蛋，要我们的神学生，但是不养这个鸡，你懂那意思吗？不养神学院的，神学院没人支持啊。神学生毕业了就潮州音乐，叽叽咕叽叽叽叽咕叽叽，自己顾自己啊，懂吗？我自己教会都忙不完了，我还管你什么神学院？不像说会有他，还是十一奉献什么，懂吗？神学院真的很难很难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真的好好珍惜在这里学习的机会啊啊！我真的不知道啊，神的恩典啊，我们能够坚持多久啊？所以有些人可能看到我最近发了一封信啊啊，特别给校友或者支持学校的人，我们神学院18年来只有一个教会在湾区，全美国。只有个教会固定每个月给我们奉献，你知道奉献多少钱？120块，18年不变。但是上个月给我一个通知信，王院长，对不起啊，我们教会实在艰难了，现在所有的支持，所有的机构的支持我们都停了，包括你们。这个神马上给我一句话，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要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们原来只有一个教会固定每个月给我们奉献，其他的奉献都是神感动一些个别的弟兄姊妹或校友，很奇妙。感动两位的董事，我们现在只剩下两位董事在支持。结果神都感动说，伊利麦哲罗在地里死了，唯一的一个支持没有了。但是神感动我说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才有这样的信心啊，写了一封代祷信啊，让知道我们神学院的人，我把它发出去啊，为神学院这个意向这个事工来奉献来支持啊。所以我讲这个意思是说，你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上课真的好好珍惜啊，不容易的啊啊，能够有这样的神学院啊，好好把三年的装备好好装备完，就像上礼拜赵明先牧师鼓励我们的，装备完了就可以被神使用，否则无论你在北美牧会也好，回中国牧会的话都不容易的。你讲到有没有内容，有没有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人民的眼光是什么？雪亮的嘛，对不对？别人一看一听就知道你有几斤几两了，懂吗？你在神学院装备有多少，你将来的供应啊，你的讲道，你的牧养达到什么的地步，一点都不能讲。好好装备，像毛弟兄，懂吗？好好装备。现在啊，深圳那么尖端的一个城市，那么多好棒的教会，那么多从香港进去的传道人，我知道有一批传道人每个礼拜从香港进深圳的，在那边建立教会的，所以要跟这些香港很棒的传道人去竞争的啊。所以你的讲道，你的牧养，你的神学，你的教导，别人一比较就知道啊。所以虽然这个进化论啊，这个谁啊，达尔文讲了一句话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这句话听起来很残忍啊，其实也有他的道理在的。中文翻就是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啊。你假如没有这种的适应能力，这种的 ability 啊，这种的专业，你没办法 survive 啊。特别在湾区，你看这些公司啊，这些电脑公司为什么领先全世界，他们真的有一群非常专业的人，而且每天最少上班十个小时的。你不要看他们有钱，很痛苦的，一早六七点就到公司，然后到晚上六七点才赶走。哇，一个 project 发展好快好快，所以有些人真的十个小时都埋在公司里面啊，公司就是赶着要走到最前端啊，都一点都不能拖的啊，是这样来拼的。所以 Silicon Valley 的文化是个非常辛苦很痛苦的文化啊，其实 engineer 都非常痛苦的生活啊，家庭都很多问题的，付很多的代价啊，所以才公司才会上市，他们的产品才能够影响全世界，都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教，我们教会要起来，我们神学生要付代价，懂吗？啊，一定要努力啊！啊，其实三年的神学我已经提过了，是最基本的啊。假如你连这三年所背的几个希腊字你都背不起来的话，差太远了。我们先。的希腊文是最低最低的要求了啊，假如跟不上真的是不行了。你希腊文虽然旁听也要努力啊，不然你毕业你怎么在中国牧会啊，不能旁听就不背啊，还是要作业也要做，不然浪费时间坐在那边啊。好，我们一个拉修啊就讲完了。好，我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下一堂我希望能够一口气把盖恩夫人讲完，但盖恩夫人太丰富了，她的灵性经验，她的教导，她的祷告生活太荣耀了。那开始看她那个指定的参考书，这个简易祈祷法这本书看了没有？开始要看了啊！假如没有看，这个假期要看，把它看完，因为你才懂盖恩夫人啊啊！假如能够，你们也可以借当然最有名的是《清香的末药》，是早期假如没记错的是余承华聚会所一位弟兄翻译的，但现在有最新版的他的传记，是直接从法文 翻过来的啊，是一个姐妹也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她送我的啊，
最新的一个传记，有很多以前那个旧版的《新约的摩押》没有的资料，这两本都有。好，我们休息几分钟。